书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写一下《千字文》里面的“沉浮戎羌”这四字。好，这笔要足够长一些，而且呢，第一笔呢，第一个横笔呢会比较斜，这里更不用说了，更短。好，这里要足够长一点。看一下这个"浮"字，这一笔下来的话就比较重了。反而横笔呢有点细。格构是难点笔画啊，注意一下。枪字的写法。好，这个收笔的时候，这个竖弯钩呢，也同样也是和戈钩一样，是个难点笔画，所以呢，也是要多练。哎，那么今天我们对这四个字就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